兔唇、狼咽，这些困扰唇腭裂患者的问题，如今可以在 3D 打印技术的帮助下进行更精确的修复。近日，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整形医科主任医师王永前向记者介绍了这项技术的应用。其实这个 3D 打印技术呢，主要还是用在唇腭裂的骨性缺损的修复上。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修复的时机就在8到12岁左右，就是把缺裂部分的骨质的缺损给它修补上。那么 3D 打印技术其实就是我们把这些图像的数据输入到 3D 打印机以后，就能打印出啊，就是1:1的这种实体的模型。这个模型外科呢，就可以对我们唇腭裂手术前的情况有一个特别彻底的了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模型上去模拟这个手术。王永前告诉记者，在 3D 打印技术参与修复之前，医生修复唇腭裂主要通过观察 X 光片、CT 扫描图像，这需要丰富的经验和能力。而现在 3D 打印模型让经验医学向精准医学转变。齿槽脊裂没有修复的患者的模型，那么这个位置呢，其实我们看它这个地方是缺裂，就是和正常侧相比的话，这个地方是缺损的。那么我们的缺损区呢是在这个位置啊，是在这个位置。其实因为它有新生的骨质的遮挡呢，是不容易看得清楚，就是没有一定的临床经验就非常难以分辨。此外，唇腭裂修复时常用的材料是患者自身的髂骨，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医生，过去也只能估算采取髂骨材料的分量，而通过在模型上进行模拟，医生采取髂骨时能够更加精确，从而减少对患者的伤害。就在这个齿槽上进行一个模拟，就是我们模拟的填充，模拟填充以后尽量的去模拟对侧的形态，模拟的材料可以取下来后，这个材料呢用一个排水法，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量筒啊或者针管里，以后就看一下这个的体积，那么就能得出一个相对精确的我们缺损的体积。王永前还表示，虽然用 3D 打印模型进行模拟需要医生在术前做更多工作，但对患者而言，手术中的效率能够有所提升，应该可以快20%左右吧。过去我们做这个齿槽脊的修复大概会在1.5小时左右，那么用这个呢应该会在1小时15分钟左右啊。王永前说，目前由于 3D 打印尚未达到无菌化，暂时不能够直接打印患者上颌骨缺损区，但未来随着生物支架材料和 3D 技术的不断发展，直接打印缺损部位与患者上颌骨无缝对接也不会是梦想。